大哥，你听，枪声，前面干什么？兄弟们，国军兄弟跟小鬼子干上了，加把劲儿！说，弟兄们，大哥的小鬼子，我鬼子拼了！打小鬼子！ 眼镜、小胡，给，痛快。三哥，我还听兄弟们说你在东北当过兵，杀过人。别听他们瞎说，快走。起来，黑子，看看有没有兄弟受伤。哎，哪个没事了啊？报上名来。怎么说话呢？大哥，趴下！！大哥，醒醒！大哥，嚷什么嚷？我还没死呢。哎，我的金表呢？小日本，我是你姥姥。大哥，大哥，不好了！嚷什么嚷啊？咋回事？这地上没人呐，大哥，这地上没人呐，不可能，你看错了吧？我全看了个遍，甭说国军了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咱没走错地方吧，大哥？该不是国军跑了吧？不可能啊！黑子，你和金宝到周边看看，是不是我们的位置搞错了？哎。
哎，咋了？这是，邀旗三团的，放位撤退。站住！三哥，他们撤了，那九台城不就完蛋了吗？那大哥他们怎么办？赶紧回九台城告诉王县长，就是邀旗三团已经撤退了，让他掩护老乡赶紧转移。跟他说，咱们保安队只能坚持一个时辰啊，一个时辰，快点啊！去那看，大哥，没人呢？怎么会呢？再找找，都找半天了，甭说人了，连个弹壳都没有。大哥，大哥，那俩那个熊的，俺找遍了阵地，一个国军都没看见。国军肯定是撤了，大哥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黑子，快，几个兄弟们，让什么让？让什么呀？谁看见国军撤了，自己先乱了阵脚，还怎么带兵啊？哎，大哥，三哥回来了，三哥，哎，几个回来，三哥。大哥，情况怎么样？日军的山前大队正在向这个阵地集结，随时都有可能发起进攻。哎，就是在绥远战役中击溃国军两个师的山前大队。对，就是那个大队。但是幺七三的那帮兔崽子已经放弃阵地逃跑了。他们跑了？大哥，那咱这伙咋办呢？对啊，大哥，我们怎么办？先嚷嚷人吧，还咋办呀？赶紧撤，几个队伍跟我走。等等，咱不能撤。不能撤，等死啊！大哥，我已经派宋国丹回去报信了。只要咱们能够守住，哎，行了，逞什么能啊？这国军和主力团都望风而逃了，咱保安队这120多人能扛得住吗？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就是，国军都跑了，咱留在这干什么呀？对呀，这地方是制裁港的，那要干嘛呀？都好好想想，你们可以撤，可以跑。九台城的乡亲们呢？你们的父母呢？兄弟姐妹呢？他们怎么办呀？对啊，我们一枪没开就跑了，还怎么有脸见九台城的父老乡亲们？老三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我们撤了，九台城的老百姓怎么办？这帮兄弟的安危怎么办？我看啊，我们还是撤出阵地再说。大哥，咱们保安队啊没个孬种，这我知道。可是呢，咱留在这儿就是以卵击石，咱百十号兄弟的生命啊。就凭您一句话了，赶紧撤吧！大哥，要不这样，你带着兄弟们先撤，我留下几个弟兄跟鬼子周旋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。大哥，我只要能守住一个时辰，九台城就有救了。你先撤吧，啊！大哥，你别犹豫了，先撤吧。走吧。三哥，奶奶个熊，俺也不走了。
娘的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，还他娘的算爷们吗？弟兄们，不走了！不要！好，不走了。都是磕头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对对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走了，爷们也不是闹着。请签字吧，木村先生，我们好像还没有开始谈判吧？是你主动邀请我来的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木村先生，你们的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吧？发我的命令，炮击九台城，给他们施加压力，配合木村谈判。大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从地形上看呢，咱们是居高临下，鬼子想一个冲锋拿下咱们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问题是，咱们能坚持一个时辰吗？能坚持多久是多久。老三，啊，据点吧。黑子，哎，三哥，你带着一排在右边，听我的指挥。只要小鬼子进入射程，就进行射击。好，俺知道了。金宝、金锁，到。你们两个枪法准，仍然负责狙击，自己找地方。记住了，打小鬼子的指挥官还有机枪手，明白吗？是。二排长，到。带着你的排在左边。是。让路，让路。三哥，我呢？你的三排当然在正面了，用手榴弹给我朝小鬼子狠狠的照。是，英们，走。大哥，往哪打炮呢？这是。木森先生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如果我签字了，你要保证不伤害九台城的一个老百姓。啊，这点王县长大可放心，皇军说话算数。好，各位同仁，今天给我一个见证，我王伯昭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为了九台城的父老乡亲，我签。爹，不能签。什么人？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她是我女儿，是我女儿啊。青梅，青梅，你在干什么？青梅，我爹求你了，这个时候别再惹是生非了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你这是在卖国！住嘴！你是不是想让九台城的老百姓都骂你汉奸？住嘴！爹这样做，你以为我是在卖国吗？啊！我也不想见日本人的脸色呀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投降，一旦日本人攻进了九台城，他们会屠城的。而那些贪生怕死、一败再败的中央军，他挡得住日本人吗？遭殃的最后还是老百姓啊！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九台城百姓的安危，我是迫不得已呀。迫不得已啊！我看您是怕日本人，是主动投降。胡说！爹，我求你，你去告诉日本人，我们不投降。好，您怕日本人，我不怕。您不去，我去。你，哎，哎呀！放开我！行，副总，你就听你爹的话吧。妈的，混蛋！哎，不知谁们家又遭殃了。都注意，敌人要进攻了。
天桥45度，上这45度，上城1500公尺，上城1500公尺，你们走，趴下，都趴下，都趴下。伤亡太大了，撤什么撤呀、啊？跟小鬼子拼了，给兄弟们报仇！弟兄们，二排长被炸死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还怎么办？报仇！老子嘞！报仇！来，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都别慌，小鬼子上来再打。王县长，哎呀，不好了，国军173团不战而逃。哎呀，三哥说我们保安队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时辰，赶快组织老百姓这转移。小鬼子妈妈，别动他，他是我九台城保安队的。你不用害怕，你们的王县长已经和大日本皇军签订了和平协议，不会打仗了，也不用转移了。王县长，我们投降了。混蛋！什么投降？是和平协议。王县长，你最好命令你的保安队马上放下武器，否则就是破坏和平协议，皇军会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人。上来了，小鬼子上来了，大哥，小鬼子上来了！弟兄们都不要慌，听我的命令，等小鬼子进入射程，咱们再一起开火，都明白吗？明白。九台城保安队，什么？九台城保安队，命令部队停止进攻。鬼子怎么停止进攻了？小鬼子不会无缘无故撤军的，肯定有事儿。保安队的弟兄们，听着！哎，快看，鬼子喊话呢。你们的县长王伯昭已经和大日本皇军签订了投降协议，立即缴械投降，
立即缴械投降！兄弟们，别听他们瞎说，小心中计！你们要相信皇军，王伯昭先生马上就到，皇军命令你们立即缴械投降，立即缴械投降，否则格杀勿论，格杀勿论！让你小子报丧！报告大总，保安队看来不想投降。什么？不想投降？那就消灭他们。大哥，鬼子又开始进攻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。大哥，保护我大哥。好。弟兄们，大哥说了，今天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，都别慌。鬼子的骑兵目标更大，咱们打起来更方便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一会儿听我的命令，只要小鬼子一上来，咱们一块开火，都明白吗？明白。没站到。哎，小鬼子拼了！给我狠狠地打！大佐阁下，这位就是九台县县长王伯昭先生。哦，大佐先生好。那上面的保安队是你的？对对对，大佐先生，我就是为此事来的。哦，那就让他们投降。哎，保安队的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我是王伯昭，王县长。弟兄们，千万别开枪，别开枪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我上来了啊！快看，眼镜领着王国昭上来了。王县长，他真投降了。弟兄们，保安队的弟兄们，不要开枪啊！我是来救你们的，啊！江队长，听我说，我是来救你们的，不要开枪啊！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去把他毙了。哎，老三，你干什么呀？王县长救咱们来了。救什么救啊，都当汉奸了还救？我去把他毙了。老三，
妻儿报了，可是归队。是。弟兄们，我来迟了，让你们受惊了。奶奶个熊，报什么尿骚？哼！崇义，弟兄们，我来迟了，让你们受惊了。保境安民、抗日救国，是我们保安队的职责，也是您交代的。话是如此，毕县长也是审时度势，为了九台城的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呐。本县长已经代表九台城的全体百姓接受了日本人的和平协议，保安队呢本属于本县的隶属武装，也要放下武器接受日军的改编。你别说了，我们绝对不会投降的。我们绝不当汉奸，我们绝不当汉奸，我们绝不当汉奸。对，我们绝不当汉奸。汉奸，弟兄们是高抬我了，谁不知道当汉奸的下场啊？啊，那是丢祖宗的脸，丢中国人的脸，是要遗臭万年的。我王伯昭呢，也不想当汉奸亡国奴啊。可是弟兄们，我是一县之长，我代表的是九台城全体百姓啊。你们可以不降，我可不能啊。如果不投降，日军就要血洗九台城，到时候遭殃的还是咱们九台城的老百姓，你们就忍心吗？软骨头，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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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蛋！滚！滚蛋！快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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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蛋！你以为就你们骨头硬，就你们敢跟鬼子拼命吗？不就是拼命吗？我王伯昭也不是软骨头啊！啊！我大不了拼了这条老命，我也跟鬼子同归于尽，可以了吧？可是弟兄们，拼命容易，啊！看见了吧？上前一步，杀生成仁，一闭眼，一切都结了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？九台城的老百姓怎么办？你们的父母妻儿怎么办？难道就不管了吗？江大队长，常言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是战是和，我听你一句话。兄弟们，王县长说的对啊。再这么打下去，伤害的只能是九台城的老百姓和兄弟们的性命。可是大哥，兄弟们，我们还是放下武器吧。大哥，不能这样，不能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不能，大哥。大哥，我们不能投降啊。你要还认我这大哥，就听我的。
舰队集合！他妈的，快点！快点！快！他妈的，快点！八哥，你八哥！三，赶紧把枪放下。大哥，这枪举起来了就不能放下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偷袭不算英雄，我们都是军人，你敢不敢接受一对一的挑战？告诉他，我奉陪。老三，你不要命了？赶紧把枪放下，别上他们的当。八哥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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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样的，三哥！大哥，好，三哥，是爷们儿！